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know. Hello， 欢迎翻到我哋嘅区区有讲古系列。今日我哋要介绍一个迷离嘅区域，叫离昌区。咁啊，离昌区点解又叫迷离咧？因为佢嘅区域范围比较细，而且街道只有有容纳佢嘅街道咧，只有五条啫，可以叫六条都得。如果计埋公路嘅话，就有七条。好啦，我哋仲有条街先。我哋上次介绍中文道，嚟到离昌。咁啊，中文道喺离昌有啲咩咧？冇乜嘢，纯车厂街都算系离昌嘅一部分。跟住就系福荣停车场，啊，离昌停车场 ，sorry， 跟住福荣街啊，深水埗啦。咁我哋仲系翻去啦。咁啊，福荣街咧系特别啲嘅，系只限北行，咁就有冇啲人上？只限北行啫，咁嚟到呢度咧就南，即系南行街道，佢有中二，一系转左，一系转右。翻过嚟啦，咁啊新起嘅，咁啊离昌，如果你有睇官网嘅区域介绍嘅，知道离昌有一个称号叫做游戏城。咁啊点解叫游戏城咧？首先呢一个系 PUBG 嘅地方。即系玩 PUBG 啦，咁啊起落唔耐，跟住呢度发生咩事咧？我都唔知发生咩事。拉巴尼加凡嘅娱乐中心呢个离昌游戏城，咁啊辉煌巴士啊就喺度起咗好多总站，起咗好多坑。不过佢啲巴士路线唔知几时先用到咁多坑，可以仲多过我哋 FBC。咁我哋 FBC 咧离昌系冇总站，即系冇地位嘅简称。好啦，咁呢个系咩咧 ？PVP 啊 ，FYC 嘅 PVP 咧，咁就唔知点解啲人摆满晒个头喺度，仲系喊添。咁啊呢度咧就系 FBC， 呢个系 FBC 嘅办公室。咁啊粉死上次入嚟都系好耐之前嘅事啊。咁啊佢冇再跟进翻呢度啦。咁啊有游戏城啦，有呢个食鸡场啦，有呢、這个有呢一个 PVP court， 咁就介绍下先。爱伊同埋中文嘅边界系同一个位嚟嘅，咁啊同一条线，即系你当一个十字啦。嗱，我当我做个例子，上面呢、這、一个左面呢一个咧，喐唔到嘅，系啦，我当呢、這、一个开始力嘅，嗰、那个系慢好多，即系我揿嗰下佢唔理我，无端端，好得啦。咁啊，左面呢、這、一个，咁就系左面上面呢个咧，就系中。如果我当系外衣区，咁下面呢个中文区，咁咧隔住条街，隔住条直线，呢度全部都系离昌区噶啦。咁啊，就系类似咁样啦，不过就实际位置就唔喺嗰度嘅。我即系大约介绍下。咁就离昌除咗游戏城，而家得两样嘢咧，系唔少得诶，福荣街入面将会继续加嘢啦。咁啊，前面安街又会继续扩展 Pixel Art， 跟住呢度。有架咩927E 啲情侣喺度嘅，即系有人揸走咗。This one is tricky。咁我拍翻去朗城总站先，好慢啊！即系我揿好啦，你睇，得啦，一时我唔知点解个 mon 系有啲问题啫，我揿好咗下冇反应，但系一阵之后又冇事。啱啱咪睇呢条真烦公路冲落去嗰下好刺激啊！其实会修改嘅，即系因为佢到时会过海啊嘛。你睇翻啲旧城啲片就知嘅，咁都系过海有介绍嘅。可以七姨还翻会员威，好呢度就系岩朗城正门啦，明多啊。就岩朗系 Ron 啊人名嚟嘅，咁啊佢哋咧就好精心咁样设计咗个名字出嚟。不过岩朗区我哋留翻 下次先介绍，下一集第十集就会介绍。咁我哋今日到离昌嘅主要大街就系离昌街。咁啊离昌街咧就啱啱好反行福荣街，即系点咧？
全南行嘅呢条街，即系只可以转落去。你见到左边其实系无站，嗱我唔知有冇嗰啲无知人喺度加个站啊。好啦，幸好彩冇事，嗰边都系好彩冇事。咁啊，拉巴而家都系算离昌区啦。咁啊，呢度系 FICPVP 啊，泛一城嘅竞斗场。咁我整得好有心机啊，喺呢度。全部都是我的样子，跟住就有 Alex 的样子，似啲售票小姐啊。跟住呢度前面就入场啦。我哋嚟到呢度繁城 TV， 咁啊正常咧就会有一个广播，但其实咧就最后呢度咧，因为我搞静音，所以最后都冇出现到嗰个繁城 TV 片，即系出面佢哋太多人喺度。如果你知道。如果你了解的话，那我们这个 Wayne Social 看看就是这样了， FYCPVP 先吃饭先。好啦，这里继续是南行，一家大小都在那里想拍合照的，想出名的，Tom 神辉煌，还有新友。好啦，中文到去到离昌街之后呢，就会改做岩朗道，正式改方，即系嗰条街就嚟到到此为止啦。我哋不如喺度起翻个别 mark。中文道，跟住左边呢度就系岩朗道，因为只不过 TBC 个牌左有少少阻住咗，咁我哋唔理佢。同埋我呢度巴士站有黄线公交，哎，褪过啲呢度咧。咁啊，有冇睇十二 C 条片或者十七条片咧？即系旧嘅咩？你就知道呢度原本唔系叫岩朗道噶，系叫海湾道啊。咁啊，咁啊，离昌呢个迷你区啊，小街道，所以我哋就咁介绍完毕啦。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条片啦，可以订阅我辉嘅 official share 呢条片俾你哋嘅所有朋友，啊或者一几多个朋友任你评估，越多越好啊！我就希望咧有一啲观众可以咁支持我，咁我非常之感谢大家可以咁支持 FYC 就唔系支持我嘅。咁我当然就觉得最开心就系 FYC 呢一个。辉日 City 可以受到咁多人嘅支持，咁我呢个点咧系非常之开心噶。咁喺度要多谢翻大家，就俾下订阅啦，俾下 like 啦。我最想要嘅就唔系订阅数，我亦都唔想要 like 数，我净系想要 view 数。好啦，咁啊 view 数最近跌得多，咁啊所以想要翻一啲嚟振作下士气啦。咁啊呢集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啦，继续翻我哋嘅区区有港股，咁就。好啦，咁啊，听日系星期六，我谂大区区有港股咧就唔噶啦，就去到下个星期一。咁啊，星期六出咩呢？有打机片啊，继续翻我哋嘅。咁啊，可能会出下一啲咧，花日 City 咧标啊咁啦。咁啊，星期日就系追车族。咁啊，梗系记住留意我哋暑假嘅每一日，花日 official 每一日大量出片嘅。所有片段。好啦，呢集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小呢对神灯啊仔姐。睇更多辉日 official 精彩节目，而家就俾你揀啦，记住俾翻个 like 啦，可以 like Facebook 专页同埋睇 official page， 拜拜。